个，咱就知影父母来较健在，咱会较友好伊，是一个稳定的开始。伫个友好父母的过程内底，更加重要是，咱爱有一个温顺的喙齿，咱来行孝顺。即、这个孝顺，咱的子孙会晓相传。即嘛三亲像咱的信用嘛三亲像，咱的信用是会通传承。信用唔单单伫传承的过程，佮爱创新。伫迄个创新甲传承的过程内底，看见上帝的稳定，因为咱的上帝家是咱，咱就爱行孝道，咱就爱来敬畏上帝，咱就爱来。互相来立志，因为上帝赏赐咱生命，伫世间也有稳定，互咱三甲做伙的时，咱就知影上帝的疼是遮尔大，遮尔深。咱做伙三甲来念，耶稣疼我，我知念。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会疼小娘娘。主耶稣疼我，主耶稣疼我，主耶稣疼我。有记载伫圣经，圣经已经记载伫你的生命是耶稣所疼，因为神爱世人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他爱每一个人，所以他赏赐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赏赐生伊的生命给咱。因为伊修属迄个生命予咱，咱才有一个企图心。有一个企图心是啥物？我就是要来为主来活命，我就是要来尽力尽力伫我的上帝所交付予我的事工顶面，我会通尽力。因为你有迄个企图心，你有迄个脚步，亲像哪落脚步下水，安尼时阵，你要望到耶稣，你会将耶稣放伫你内底，你就一个。较无，你有一个激动你的心，迄个心会互你挡袂牢，你就想要去传扬；迄个福音会互你挡袂牢，你就想要领受耶稣基督赐予你的喜乐。所以主耶稣疼你，主耶稣嘛疼我，咱做伙三甲来吟。主耶稣疼我，我知影。心情一个
个单纯的心，我相信这个单纯的心是上帝上爱的，单纯的心就是上帝，咱是向着上帝上介好的礼物。后来我就讲，见我妹妹，伊讲有一天伊在洗衫洗衫，伊讲这我讲我要唱民歌嘞，啊你是安怎唱民歌的？伊讲啊我来在洗衫洗衫，洗洗到会唱民歌嘞，我来唱歌啊，啊敬拜上帝，我来要唱。啊，无啥，我就来讲，哇，啥物情形？因还要唱迄个歌，我相信一个较无的心，要成就无可能的代志。一个伊爱亲近耶稣的心，耶稣就会显现伊家己，从天顶的门、天顶的窗拍开，互你会通领受。一个较无的心，一个较无的心，伊要带你行迄个无可能的路。予你感觉亲像踏实的地，经过迄个旷野地，你就会看伊安怎来开长路，你就会看伊安怎来开工去，修复你。咱服侍上帝百姓，咱是伊所拣挑，是何等的权柄，何等的稳定，何等的疼他，予你成做正人的老师，上灵的老师，上灵的医生。上帝的引导者，咱爱比咱的兄弟姊妹搁较靠无咱的主上帝，因为快乐的来源就对咱开始，就对你的生命开始。咱搁再为啥个来听？耶稣听我，你清醒吗？若清醒，咱再为啥个来听？来敬拜咱天父。耶稣听我。
观念的处上帝，你创造天下地，你也创造父母恩慈念伫我，你也赏赐我年岁，伫每一个生命的阶段，我就领取无同款阶段的学习。伫无同款的阶段的学习内底，我就跌倒，我也有徛起来。在那个过程里面也看见你的引带，每一次我目头看我的路站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满满的稳定，我就看见满满的祝福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过，用我的生命，我的心思实在是不清气，我的嘴齿也不清气，有时我的心也心怀恶念，恳求你来赦免，也恳求你将我洗除到清气的时阵，塑造我成做你合用的器具。我会通我靠你来得胜，我靠你伫我的生命内底，亲像黄金的花朵，那人会那坚固。我的信仰伫我的生命过程内底，我就会通合主你所用。愿这个生命，这个器具就是你所用的器具，愿你用我，也愿你让我坚强，因为我知影，伊是带领我前进的上帝，要教恶者来三交战，我来头哪交战哪赢，来用跟白上帝的名，我伫你的面头前徛立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场吼，第二场的时间要到伫迄个五点半吼，啊，咱五点半到五点五十分二十分钟，啊，咱今日甲咱今日所听的做些回应，还是讲咱有啥啊问题吼，啊，要甲李牧师请教吼，啊，伫迄个时间，所以咱即时啊，将以下时间啊交李牧师。啊，拄顶阵咱有在公开介绍手顶头啊三方啊，多谢咱的信昌牧师呢。安尼提醒吼，讲咱咧介绍上帝是宗旨，毋通干那比一支个爱误会啊，爱比安尼吼，来比啊，这三支枕头这上长个安尼吼，啊，这台湾这宗旨袂使后边比安尼吼，啊，多谢信昌牧师个提醒安尼吼，啊，因为。讲着传福音宣教吼，啊，迄是一种属灵性质嘛。这是我深深的一个体会甲感受。教会吼，你传福音啥个，你说你维持现状，可能真真无代志。啊，你若安尼认真做传福音嘛，宣教的事嘛，拢上落去啊，会互相啊事个。啊！你疗伤未到的，不代志安尼吼，啊！这少年的进展啊，啊！这袂免的啦。你若叫一个加招一个信耶稣魔鬼，就减一下手去啦。啊！上帝讲加一个人，魔鬼国家就减一个人，啊！这是比无法度避免的代志，啊！是看你要予上帝国家人，啊！是要予魔鬼黑暗的国家人，啊！这是咱家己想安尼吼。宣教是种属灵的真济有几项事，啊，做者咱伫教会咧牧会人爱努力啦吼。头前教会袂通无祈祷，袂通无祈祷吼。啊，要祈祷会，要早晨祈祷会是搁较好。啊，讲咱教会有几啊项大事听。大事件毋是人的步数解决，是金车机在甩。拄着大事件，啊，教会着四十日的连续祷告，看是逐个知影，啊是互人听到的，安尼三顿祈祷，啊，这时间到，啊，代志着煞。即我诶亲身诶一个感受安尼吼，
所以唔通无祈祷。第二啦吼，第二，我伫高山教会画一张熟练地图啦。啊，我毋知咱捌去捌捌听到这项事无？我从高山，较早是高山镇去镇公所讨一张地图啊。啊，将高山镇所有的大建筑，迄位置我拢去甲排，去甲标啦，去甲标。啊，标甲连做伙吼，拄啊好照高山的行政地图，拄啊好伫高山的这四周围，拄亲像画一个墙啊，画一个墙啊，啊，这若用圣经画起，那是一个引雷。是一个引雷，黑暗的引雷。大金庙、小金庙我无算哦。迄大金庙吼，啊点点啊较贵。第二吼，我将高山教会的信徒位置迄个表。第三，我将高山镇所有的教会位置，我拢去甲表。我发现几项事，头一项事，庙啊愈大间的回应愈少，迄、那个社区回应愈少，这头一个现象。第二个现象，迄庙啊附近的信徒信仰品质拢歹歹，这第二个现象。第三个现象。所有高山镇的教会，不管是你教派，集中的所在庙啊上少，庙啊上少，上无庙啊的所在。啊，超前见呢，予咱去做熟练的时刻。啊，咱台湾的吼，台湾有几间？几个所在庙较兴的，啊，咱来想咱迄个所在的教会情景啦，吼，好不好？吼，大家有无正南宫？对无？大家教会几年？超过一百年、百外年。大家教会怎啊几个人？百外个吧，吼，百几个。这是头一件吼，第二吼，第二，咱家长吼，北港好吗？有无吼？啊，咱北港几间教会？啊，教室如何？哦，这咱时刻。六港嘛吼。六港庙嘛较兴啊，对吧？咱去时刻，屏东、东港、王爷最近在咧压王爷，最近咧压曹的管理曹强去顶端，东港教会百几年。印象中大概嘛百几年，两百三十几，啊，安怎升高起来？新港，新港什么庙？什么庙啊？哦，原来改兴呢。啊，这吼。这是一个现象，咧表示土改变啊，人的心，他们的引力坚固。第一个现象，嘛颠倒变，嘛颠倒变的，迄个坎标连到最后的隔壁，迄教会嘛作兴旺的，嘛作兴旺。屏东和平教会隔壁，那这么看起来，
迄个宗教气势，看即摆的宗教气势，迄个和平教会敢赢？这些拢咱会通去看，啊，伊是安怎较赢面？伊是安怎较赢面？熟练清清，上帝伫个教会做事嘞。啊，这熟练的见证吼，是必然发生啦吼。啊，问题是，你要互上帝出手无嘞？吼，你若互上帝出手，安尼教会赢面。啊，你若无期待上帝出手，啊，大概教会较顺利。拢安去安淡，比较安淡安尼吼。啊，这是咱思考。这熟练地图，我去画出来，工程教会去画出来，我的一个心得。第二呢吼，我为着做迄、那个啊咧福音变传的嘉年华会，啊，我着故乡虔诚祷告，献军祈祷。啊，这行军祈祷吼，我嘛去发现着，做行军祈祷，我若要去迄个所在办嘉年华会，迄、那个社区我至少行两撮，教会带兄弟姊妹去行两撮，安息大家小下做行军祈祷。那是迄个社区，顺续是全黄山一个，安尼吼。啊，这我发现一项，你若不拿咱社区新军祷告吼，人的心较柔软，迄、那个福音的接受度较悬。在做个人报的觉知力较悬，啊，这是阮的感觉。啊，你呢？相信还是不相信？啊，你会通去试看卖。我搁几年前哦，人去给我一个概念，讲吼，一个社区啊，你若去甲大树林的天幕，对迄个社区是一种有正面的祝福。啊，我想想的嘛有通，吼、哦。所以迄个工商的行政区，吼、哦，咱的天都是安怎搭？是东西南北中嘛，对不对？咱天都是安怎搭？所以，我著将我的教会呢，弟兄姐妹，啊，我的迄个讲小组呢，我分东西南北甲高山的中心，市中心分做五位，同一个日，同一个时间，做伙伫迄个所在做礼拜祈祷会，伫靠岸外口的所在安尼啊，啊，这嘛顶有通过祈祷，伫冈山搭一个树林的天堂，安尼啊，啊，这会安尼去思考，是我认为传福音是熟练的前进，啊，你一定爱靠信心的毅力。来做这个事工，这是咧讲到传福音，我的一个心得啊吼。啊，你转去呢，你若趣味，啊，今日向公所、镇公所啊，是市公所啊，市政府去讨恁的行政区的地图，啊，去画恁的教会的信徒地址画看卖啊，安尼吼啊。庙啊的所在，恁来去画看卖，吼，这是一个树林的地图吼。啊，咱面即阵啊，咱来讲要安怎将人留伫教会。台湾的三宝啊，
做袂啥会起来，做袂啥会起来，排定的，排定这项事，留人留袂啥掉。啊，迄、那个去传福音决志的人，无认真甲留在教会，佫无认真去家教。去家饲，这是台湾的三无时间啊，一个欠缺的所在，教会成长较紧的教会，大概伊这三项拢做了袂歹，啊，带人入来，啊，将人留伫教会，啊，已经饲互伊大，因这拢做了袂歹，安尼吼，啊，这个。带人要将一个人留伫教会呢，啊，这个比率百分比愈悬，教会成长愈紧。我的感觉啊，你十个人决志，吼，教会留伫教会大概30%剩三个，是阮王山啊。剩三个，这三个嘛袂歹呢。你若拢无做，欠三个都无，安尼对无？安尼思考对唔对？所以，我去工山的时，大概百六七个安尼下刀。我伫工山30年，我的上司做偌济，超过200个。啊，超过200个。理论上，古早遐个人拢去报到啦。啊，今仔日规个这是400-500个人，迄拢总是做传福音传出来个，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说有做有效，啊，虽讲咱做了无介好，啊，有流失的真济，感觉无彩，总是嘛有人留伫教会的所在安尼吼。啊，这有几项事呢吼，迄头像个，要互人爱留在咱个教会。咱的教会要建做一间有吸引力的教会，啊，要有吸引力啦，你着诶，圣经讲吼，上帝有吸引力，耶稣讲，伊若是呼气，着要叫万人来归伊个。啊，所以头一项啊，你要会通吸引力啊，你着互相，你去彰显。上帝的吸引力，啊！上帝的吸引力是上帝的听，你遐圣经说吼，上帝的吸引力是上帝的听。第二呢，诶，约翰第十二章吼，约翰12章，迄是32-33节，所以咱天嘞，迄减写32节吼，迄是32节才对啊吼，32-33，耶稣讲伊若是孤僻，高举孤僻就要去万人来归伊，啊，迄是33节，讲这是咧指伊会死，伊会死对吼，所以教会的吸引力吼，毋是办活动。咱活动办事，伊就叫我办啦，办事叫我办，嘛办事方个人爱拢免钱。啊，咱教会吸引力是在伫彰显上帝的听，甲高举耶稣基督。啊，这高举耶稣基督呢，这会通几句话甲咱思考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概念。诶，掏枪的吼。迄、那个开口赞美，迄教会吼，啊，养成一个赞美的气氛，的气氛啦，啊，开嘴阿乐，阿乐啥？阿乐耶稣，信耶稣足好。迄信徒不是爱会讲信耶稣足好，迄个教会内面啊，不是会人听到耶稣足好。第二呢，咱的教会足好。咱的教会足好，我唔知影恁的信徒有会讲恁的教会足好无？听着讲歹较济咧，嫌较济咧，
第三，俄罗斯牧师，俄罗斯牧师，俄罗斯牧师啊！我若互我去其他个教会吼，也是像即款个，我拢爱讲几讲。有我礼拜煞，拢会伫门口送花友。几乎哦，几乎要到逐礼拜，几乎要到逐礼拜，绝对有花友会甲讲。我是多谢你的信心，让我真有帮助，几乎每逐礼拜。啊，有一个礼拜较特殊，一个姊妹甲阿叔讲：“牧师你很棒。”然后我头一遍咧，同讲着牧师你很棒。哦，欢喜几礼拜，我过认真。刚才我就讲啊，讲顶礼拜无哦，礼拜煞无闽南，甲我牧师你很棒，我都欢喜一礼拜。恁若逐礼拜拢甲我讲，我五十二礼拜拢快乐。啊，对无？啊，讲一句牧师你很棒，敢有了解侪？哦，总是会友讲我很棒哦，对我是压力呢。对我是压力，我不得不得认真做好一棒，你也不得不认真做好一棒。啊，这对于教会敢无好？敢无好？迄一间教会吼，一个教会，一个粗心的，无到头一边来教会，就听来讲哦，迄会友咧讲，迄牧师够差，牧师够差。啊，既然牧师遐差，我才来听伊讲道。对不对？既然恁的牧师遐差，我才来听讲道。啊，来的时候听讲哦，咱教会遐歹遐歹，啊，这间教会既然遐歹，我才来遮做礼拜，对吧？啊，未有咧讲信耶稣，有信到无信差，唔啥物的。啊，我信耶稣变怎？我信啊，你招人，咱就会行。所以，欸人一间店，一个酒店，一个生意啊，伊下课会吸引人潮，是伊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啊，吸引力是大家通常娱乐的口碑袂歹嘛，对不对？大家拢按娱乐。啊，所以教会呢，你要有吸引力，诶，兄弟姊妹呢，你着爱娱乐，开嘴娱乐，信耶稣就好。哦，咱教会出产，西门教会出产，哦。啊，咱有人教会出产，啊，咱下牧师出产，啊，开嘴娱乐，第二呢，举手侍奉，举手侍奉的信徒呢，你若讲有一个人客，一个初信，踏入啊一间教会，你看到迄信徒啊，主动啊。主动伫教会咧做工课，啊，心性更新，啊，摆椅啊，对无？摆椅啊是用合用啊，是无？啊，摆椅啊，啊，看到迄教会礼拜日有爱唱，啊，摆桌啊椅啊到我方说啊，刷到安尼收啊，迄是偌感动的代志。你若食饭饱烧真人溜。在桌仔顶人一四块银，这无好现象。所以咧举手侍奉咧，啊，这是对一间教会是互人感觉是有吸引力。这马克福音第二章一直到伫遐变水的迄个，我有连续两三礼拜，拄仔好连续两三礼拜拢听到无同款的人用一只圣经讲道理。安尼啦吼，我讲这安，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吼。啊，即个圣经的内面吼，迄其中吼有一句话吼，你讲迄内面人足侪，坐甲无位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坐甲无位，毋知就拆算对无？安尼啊，啊这一间有吸引咱的教会哦，是座无虚席的，座无虚席。啊，迄、那个聚会地点是安怎人会较侪，坐到无位咧？啊，圣经讲几项事，
讲头先是耶稣伫遐啦，有无？有啊，耶稣伫遐，啊耶稣伫咱教会，吼、哦，这是第二支啊，听道理，听耶稣讲道理，啊、哦，遐个人，遐个人要创啥？要听道理，换一句话，就是教会有道理人听啊。教会有道理，人听人去啊，人去啊。啊，第三呢？第三，这是啊，有人服侍，吼、哦，带人去见耶稣，带人去见耶稣。要见耶稣，有哪有爱人带呢？爱人带，好强。哎，一个变水对无？变水四人光啊！我捌有一遍哦，用这个换一个角度讲教会啦。教会一个变水的吼，消磨教会偌济资源。我问哦，一个变水的消磨教会偌济资源？头一个教会还要做一个探价、单价。但是第二个呢，四个人拢总无做工过，哦，爱甲讲呢，爱甲讲。第三哦，厝顶爱贴牌，爱去电视呢。电视呢哦，啊，好加载迄个变水有好，有好，伊有爬起来生产。啊，如果迄个变水若无好。这场光的来遮，后礼拜光的遐，啊，到尾吼，到尾会安怎？啊，你无目光较紧的，光较紧的，啊，无目光较舒适的，搭同起平的，同起平的，光了无舒适，对无嘞？啊，无你嘛较早来嘞。啊，这吼、哦，光了教会红光的人，伊就卖完，卖完吼。我捌伫个论坛报，看到一间啊，一个技师讲报一间教会啊，迄买礼拜前牧师驶上啊车，福音车载回去，礼拜三搁载人，服务到遮呢，朋友感谢到尾头啊，学了到尾下。一段时间了，开始抱怨，抱怨。啊，礼拜三才久啊，无事搭袂要来开车啦。八道幺八呢？八道幺八，啊，袂要来开车。啊，搭会遐慢，抱怨。咱即卖咧讲教会吸引力变成愈少愈好，人忙变成愈侪，教会消耗资源愈大，人口生产的愈侪愈好，安尼吼。所以迄即迄个聚会所在会做有虚实，会通看到高强信心，会看到因疼心。哦，变水是变水，嘛爱伊去见耶稣，得着伊滴人健康啊。第三，今嘛有担心四个人嘛担心做迄光嘞，哦，毋知光外咱嘛毋知，啊，迄厝顶嘛，我相信迄毋知安怎，啊咱累起来，迄阵也无起重心，哎呀，啊毋知咱累起来，咱嘛毋知啦吼，啊虽讲有些人厝甲咱无共。不过嘛无好光啦，啊，这是担心造成一件事啊，要予一个变数来拥作，真正爱真侪人担心到家手，伫迄个所在，好加在迄个人去经历耶稣，去经历耶稣，成做勇敢，迄教会若成做一个会通经历耶稣的教会啊。迄教会有经验，迄、那个主会啊，主会，
你会通乎你的主会成做一个经历耶稣的主会，迄、那个主会有吸引力，有吸引力，唔免拜托，人主动就会来遐，主动就会来。啊，这是马可二章，啊，一章到十二章，这互我去想到一个去建立一间有吸引力的教会，咱会通去参考的所在吼。啊，来看这个初啊，初信者带初信者为上宾呢，为上宾。啊，讲书家的书呢，咱会通去做参考。我知影有真侪教会拢有咧做介绍新的人的做法。啊，总是呢，唔是拢介周至。啊，我也未去碰到一间讲吼，伫咱长老会内面啊，迄、那个招牌即新的人。安尼真做了真舒适诶，一间教会吼，啊，即咱需要真大努力诶空间吼。啊，第四甲第五呢，即是咱较需要来努力诶所在吼。即一个新诶人吼，一个新诶人，迄个他你爱一定建立友谊。你建立友谊吼，伊伫即教会内面找着朋友。做一朋友吼，啊，建立友谊呢吼，啊，即关心探访、敲电话、见面、见面介绍朋友、忠实信徒，啊，牧师互伊熟悉，啊，互伊伫教会内面找到一个释放的位置啊。阮一个朋友啊，一个朋友，一个青年。去到台北去台北读册，啊！去台北读册，我讲无人啊！你去台北，你著去教会咧。啊，一礼拜去一间，后礼拜去间，头第一期啊，啊，安尼著，安尼著，来轮几个月啊，食起可能轮到要透啊，安尼分装的顶落去轮袂少啊，啊，轮袂少啊，轮到教会有一礼拜，伊去林良堂。去台北林良堂，迄林良堂怎用树泥糊迄个糊咧？迄糊，迄水气，迄平平迄青年，平平迄青年哦，就有人去甲伊打招呼、寒暄、加问电话、问创啥哦，啊，迄小组长马上就跟伊见面。啊，一礼拜的内面，唔知敲两三通的电话，敲两三通的电话。拜六就到明天礼拜，教会几点礼拜，我来恁家甲你接。哦，今仔伊跑这边来吼，当来台北无识，伊讲恁两人在哪里，我知影，我家己去。伊讲八点半，我伫教会门口等等你。全去予念带林良堂，去念伫遐。啊，即一个差别哦，迄张老会轮了一间哦，无一间念伊，教会林良堂念伊。啊，即人咧加有原因啊，因教会人咧加有原因。啊，即点呢，也是张老会需要爱相当努力的所在。一个有吸引力的教会，你会通带一个初一个人回上宾，啊，一个内面你着敲电话见面，见面，逐礼拜见面，啊，你若台湾人的风俗，你若见面三分钟对无？啊，第二呢，咱的风俗。有食有啉，有食有啉，迄感情咧培养足紧。所以啉茶也好，啉咖啡也好，哦，啊，聚餐也好，
有啥麻烦？即建筑，你看个感情作品，如果教会主任有午餐，你的确爱念迄个人念去教会主餐，而且爱甲伊坐做伙，坐做伙啊，陪伊啊，安尼去将这项事，你起码。起码爱做咧一两个月，这样子。啊，这是建立友谊。这友谊若建立会好势，这个黏咧，黏伫咱会教的。过来呢，咱建立友谊了后呢，咱爱信用栽培。啊，我唔知影咱在座有几间教会啊初信的。迄、那个恁有招去教会上课，有啊吼，有大家去无？有真好个上课。啊，洗礼前有迄真多班嘛，对无？有吼。啊，迄参加个人有大家拢参加无？有好个上课。我头一遍吼，伫冈山头一遍。要打球无偌久，我欲说你爱来上课。我有回应吼，安怎用？欲说你着要上课哦，安怎免说？安尼用？欲说你着去上课哦。我若欲说你欲读书做民主啊，我着去上课。乖。啊，我就讲无来上课，无爱洗咧。我就免讲，无来上课，我就无爱甲你洗咧。啊，教会嘛来上课。啊，咱教会，我唔知影咱有偌济办成人出席。啊，有几间教会办成人出席？成人主席呢？咱举手，无太济嘛，无太济。我办成人主席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，我发现一件事啊，迄十年咧上了，不管你开什么课，拢遐人咧参加。拢遐个人咧参加，我十年内面我发现这样说，你无论开什么课，啊，你请专家来也好，请啥个老师来也好，你所有的课，拢拢遐个人咧参加。啊，你教会遐尼侪人，但系遐个人咧参加，啊，剩个呢？你甲放落去。放落去，迄就毋是咱的责任，吼、哦。咱的难道毋是要爱咱的信徒，干那小部分来做事？后来我去要做小组的时候，我去听到台北吼，即、這个我计是板桥进修会啊啥，伊用陪读，啊陪读吼，伊用陪读来一个背一个。一个陪一个读册，陪读，安尼你要上上无路，时间两个人在 OK， 要什么事拢 OK， 所以无用也无法讲。啊，嘛教会伊讲，无陪读的袂使，是嘞。你陪读我都安尼甲伊讲啊吼，讲你无陪读，啊我甲你问你不要用，你会歹势。对啦，安尼规矩，忙安尼做。哦，你着要洗脸，你着去完成背读。安尼，我甲你问，你毋知会晓用。安尼若用安尼讲，大概伊嘛惊歹势，啊，惊无算问袂晓用，所以伊嘛乖乖去完成这款个背读个课程，安尼吼。啊，即背读有好处，所以差不多。除非毋捌穿啥货，迄内外老人迄内外，哦啊，若捌穿，大概拢完成
配合啊，这项事安尼有一方面的解决。啊，这配合的课程呢，你咧即马这款的教材的册课本足济啦吼，啊，无你用圣诗嘛会使，啊，用圣经嘛会使，哦，啊，这拢 OK， 啊，这培养信仰，啊，这栽培，啊，培养因啊有稳定的心，这我都只吼有几项事。咱的教法爱四正，头正你袂使甲讲，有时间再来做礼拜。即句话袂使讲，你嘛爱交代你的同工，同工咧陪他，即句话袂使讲。伊圣经就是甲你讲，有时间再来做礼拜。伊做礼拜你爱让开，爱让时间做礼拜，即个爱教。第二呢，你也袂使甲教讲献金输在人诶，献金就是在咧讲输在人，甘心乐意有咧，无咧来讲输在人。即我会安尼做，就是有关诶会友安尼讲，所以我后来禁止，你袂使教讲礼拜有时间才来，你爱拨时间来，奉献。尽力的本分服务，啊，毋是实在人。啊，即培养的咱头啊，要安尼咧培养的是，咱着教好伊安尼细节哈。啊，即是咱要讲从一个初学的，啊，无着只骨子的人，留伊教会，啊，互伊咱找着朋友，建立友谊，然后做信仰栽培。啊，到洗礼，到洗礼，安尼吼。啊，先洗礼了，那伫阮遐的天道，伊就去学三木，啊，学三木的课程的步骤，安尼吼。所以过来的部分呢，咱就是讲教好大，吼，咱饲好伊大啦吼。所以老落来的人，啊，洗礼了，咱就教好伊大，饲好伊大。啊，即呢有几项事啦吼，啊，即较开量性的吼。诶，二八章嘛，来二八章咧十九二十吼，迄是耶稣的命令，迄是最温度的。啊，英文是 man， 啊 ，man disciple， 啊，迄是学生门徒。是最做的，门徒唔是用教，门徒是用最做的，最做的。所以迄个信徒呢，你要爱互伊洗礼了，信徒成做门徒，你爱去最做，教会爱去最做。啊，这最做呢，无啥物撇步啦，教育训练哩。教育训练去做，无啥物结果。啊，你着安尼教育训练去做，安尼若听吼，啊，即伊自然就会通成做稳妥。啊，我有用过即 MTS 啊，啊，即 MTS 呢，即拢总十安尼一套十本，啊，一本拢十二课，拢十二课。啊，那照我所接触过的教材啊，我所接触过的教材，这套我较厉害，我较厉害。头一项呢，伊的内容，伊的内容较丰富哦。第二呢，较活，教材较活。啊，第三呢，伊的聚会的流程，迄聚会的流程，咱教会吼，会上课，就是从哪领起啊，拢排从哪里，对无？啊，我一楼迄个家人，无事徛遐，啊，你大家待遐，啊，听咱指导，咱就刷安转去啊，对无？啊，头个教会人拢会哩，教会人，啊，伊迄流程吼，流程毋是安尼啊，迄个流程呢，
迄头啊有一个唱歌，也是一个破冰唱歌。啊，然后上课，上课了分组，分组，迄分组，迄个就是小组聚会。啊，迄个分组的小组聚会呢，哎，安尼分八个、七个，啊是十个一组，轮我是用轮流做小组长，安尼吼，啊，伊就带迄、那个。在迄个组、迄小组聚会呢，讨论今仔日诶，来讲课程内容。第二呢，伊每一个人爱分享一礼拜，你有啥物通感谢上帝诶代志？啊，你一礼拜有去经历啥物上帝伫你身上所做诶稳定？啊，然后诶，有小组聚会有几多？即煞，大家组织，组织呢，做牧师带最后的祈祷，迄、那个最后的祈祷是当心为着教会祈祷，教会是讲祈祷，以及有需要特别代祷的教会的信徒集体的代祷。啊，即款的流程，我为七点半到，我会记毋是七点半，到我是为七点到九点，到九点哦，后当时到九点半安尼时间。报名五十个，读到到尾还有四十个，安尼算袂歹，算袂歹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课程呢，你看伊这十本吼、哦，大概拢是咱的教会的需要，信徒训练的需要，做一个教会侍奉者，伊所需要学习的需要吼。啊，各一方面呢，话教会啊，什么聚会啦，啊教派啦。啊，要做迄款的侍奉的训练呢。啊，我有写一本《中职甲信徒的训练手册》，诶，咱教育团的有搁再版吼，啊，做新的，啊，咱会通去做参考的所在吼。啊，我有中职会。我的中职会吼，除非足特别的以外，太赶时间的以外，我中职会拢做礼拜开会，做开会礼拜，我拢做礼拜。同款吟诗、读圣经、传讲。哎，我会用中职会的开会做礼拜，有原因，因为迄是要做一个教育。用迄个时间做教育，啊，特别我若要推动新款的工作，啊是讲有啥物改进的代志，我着伫迄个开会的礼拜内面做即款的教导啊，信息的传达。啊，我感觉这有好处，有好处。中职会煞，我嘛袂去请一个人去做闭会，袂啊，我嘛。那不是公道，啊，为了教会去讲啊，那类似要祈祷的安尼，无就两个人一组祈祷，啊，这操练迄个中职的祈祷，我感觉这有好处，或是咱会通参考看卖吼。啊，我以前捌做过卫生卡。迄卫生卡呢，所有参与侍奉的人，啊，我拢家己举行做上任，啊，迄、那个上任迄日，拢总爱写卫生卡，包含中职在内，然后我感觉这有好处，有好处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呢，迄、那个
调整咱的时空啦吼。啊，我伫教会的内面哦，中心的上任职，上任我就是顺工的分派。顺工分派呢，大概咱即摆拢四年之前对无？啊，就一个工课就做四天嘛，所以四年咧分配工课就拢总换新的。哦，你之前做这会计，后阵就换别人做会计，安尼吼，啊是有安尼换新的。啊，我会安尼做，有几项的理由啦。你头先理由呢吼，这是培养咱教会的人才多方面，多面吼。这个事工唔是讲干阿这个人会晓做，但其他的真侪人拢会晓做这项工。第二呢，第二就是上工会做久吼，会油条。我发现油条，两斤八担吼，八担就油条。啊，对事工也无好，对事奉的人嘛无好。你是咧帮助你，互上帝无欢喜。啊，这是。迄、那个事奉的调整，第二个教会的组织调整，教会组织调整，啊，这嘛真要紧。咱有新款的新的事工啊，要做啊，这旧的咱就换。哎，足侪人爱问我讲，啊，你教会这小组化，啊，你迄团体安怎费啊？安怎费啊？我唔知影讲恁太费一个团体，感觉足困难咯。我感觉讲看费就费了，啊，我会做法。咱会教会要做新的事工吼，去训练的牧师一定参加，团队者一定参加，中职爱过半，你一定要求过半的中职参加。啊，若无转去志同遐讲，志同遐讲，你。牧师参加，中职无参加，你等于讲咧讲啥物啊？中职你参加，你牧师唔参加，你也讲袂动。第二吼，二三十个中职，十几个中职去两个，咧等于讲咧讲袂动，袂动。所以咱吼，你若要做一项工课，你牧师带过半数的中职去参加。转来讨论书，就讲明，就讲明，阮的小组转型是安尼转，是安尼转。迄个过半数是小会过半数，迄个职主嘛过半数，所以去参加两日吼，伫高雄的小组分享，两日去三四十个。倒转来，你分享者大概有概念。迄、那个头前的概念就是小组就无需要团结。这头前的概念大家拢共识。所以当教会讲咱当时要转型做小组，对于兄弟姊妹宣布，咱三月第一礼拜开始，所有的团结拢总停止，拢总退出。啊，代志都安怎讲，也无什么难处的，我想，我咧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半数的乡亲去参加因当中概念，啊，这等于你就好讲，啊，你若无吼，你吼讲几波啦，无概念无解，是安怎团结爱会做，百几年啊是安怎爱会做？你敢讲要废除迄个百几年，你就讲袂通啊！啊，这是一个咱会通去思考的来。啊，这你若组织无去调整吼，你的时间，你要爱心的时间，有当时啊嘛真困难。啊，这是一种教育，这是一种教育，要饲互伊大，教育互伊大。啊，对咱的教会就有好处，啊，
最后呢，要十分钟，我来甲咱来讲，诶，最后迄个教会领袖的代志啊。教会人数咧加添，时间咧加添，必然需要领袖，必然需要领袖。啊，你的领袖要有的培养，你得爱量沙培养，量沙培养。阮教会做小组呢，阮的区长，区长不是空降。不是讲你顶到就做部长啊，没有那回事情，拢是对小组长来。伊所有的部长拢是对小组长爬起来，所以所有的部长对小组长爬起来，安尼伊咧带小组，伊个区个小组有概念。阮个所有个职事。拢总爱做过教会的小组长，安尼吼，安尼你教会的中心对小组事工概念，所有伫教会事奉的，包含中心也好，小组长也好，阮的主日学儿童营的老师也好，啊，所有的侍奉者，拢着经过三号对定分的。啊，这有概念，有概念。所以你欲做教会做这个新的事工，你得方便。所以我欲做喜乐营、周末营，我有顶落通好带这项工作。我欲做松林大学，我有人会通做校长，会通带这个工作。啊，我欲做步道，你的三五步道，我有人。做这番的工作，啊，我要做嘉年华会，我有人会通做这个工作。我要做辅助事工，我的辅助事工呢，我是木兰青跟丽人新天地，啊，这大概唔听过吧？啊，唔是传统的辅助事工，啊，这嘛是有人会通负责这个工作。啊，所以迄个教会呢，你培养领袖呢，是一项要紧的事啦吼。啊，迄个领袖吼，教会的领袖，啊，这有几项事呢？我会感觉这是基本的吼。头前呢，灵性的问题，迄个教会的领袖，你的灵性，你的灵性爱比。所有其他遐个人较深哦，圣经的生活、祈祷的生活，啊，迄个长期的奉献，啊，以及迄个生命的关心哦，迄个进步安尼哦，啊，为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真理基础。即个初级的圣经班，伊会当带咯。你牧师免阁去带迄个信徒的初级圣经班，你迄个班会通互教会的领袖去带迄初级的圣经班吼。啊，领袖呢，你爱对大使命。最后的使命甲最大的概念有负担，你袂通伫教会做领袖的人吼。你讲教会唔免宣教啦，你一讲宣教，伊讲唔免。讲咱来支援教会来支持，总会派宣教师，甲你讲唔免。你袂通安尼，你袂通讲咱的教会的领袖讲来。大家来必须参加实践耶稣基督的最大的改变，你讲唔免，迄人大家出自私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唔免。你未通安尼，你爱认同这款的事，这款的事。啊，人格的成熟，这我看真侪教会吼，
会诶，总是有才，有才能，有温素，总是人格无啥成熟，迄个情绪无稳定。啊，因为我听到伊讲话吼，足极端，足极端。啊，迄性格性格极端吼，对伫教会做领袖，实在是不能。认可予伊参与事工的推动，伊忙去伫教会来做领袖、做政策啊是决策的工作，实在是无好的事。啊，有一项我伫教会做领袖吼，伊会通认同咱个教会的意向。啊，对顶个教会运作，伊嘛爱认同，啊，小可有一个认物。我是较反对吼，较反对教法规啊。法规毋是要受内用个，啊，毋通逐项拢照法规啦。你逐项逐啊开嘴合嘴拢照法规吼，是。有歹无好啦，迄法规是一条铁轨咯，啊，予咱下趟有一个轨道，莫去出差错，哦，莫出差错，啊，咱教会是啥，小会是啥，中小会是啥，啊，小会是啥，你先有一个概念，啊，总会是啥，你爱有一个概念。你最近你毋知有伫迄教会公布看到李宪勇老师写一张佛珠无？你看嘛，天务员，啊，食头路叫做公务员，上帝国的工作叫做天务员。啊，这天务员呐，哎，就是讲有哪到咱手下创个无讨论咧真事的代志对无？啊，做着董事啊，创啥物啊，就会出毛病对无吼？啊，李宪勇老师咧？爱讲两项，伊讲头一项吼，你着爱遵守誓约。咱一世人有几个誓约？婚姻是誓约，洗礼是誓约，登记是誓约，对无？啊，誓约拢袂输当饭吃个，讲讲就袂记啊。遵守誓约，啊，第二呢，利益回避，利益回避啊，啊，我把这内面讲长啊，迄领袖吼，迄官兵甲顺服，这个功课，你爱去操练，使用官兵的人啊，头一项的要求，得做一个顺服官兵的人。你若袂通做一个顺服官兵的人，无资格去使用官兵。而且这是我的认知，我嘛认这是圣经的道理啊。所以做领袖，你是伫教会咧使用官兵。所以你使用官兵的人，你爱真做一个顺服官兵的人。啊，这样说，咱爱去前侧去做教育加训练的。我有几啊礼拜，拢专门咧讲官兵甲顺服，安尼哦。我会记，毋知讲七个月啊，讲偌久。安尼，即马拄好五点半，啊，我讲到遮拄好煞，好无？啊，感谢。真多谢李牧师吼，甲咱分享。啊，咱啊，煞只二十分钟的时间吼，啊，咱会当有啥物困，咱问题咱当解。啊，李牧师请教吼，来，有时间有事吼。诶，感谢吼，迄李牧师今日精彩的这个演讲吼，啊，我知
你老师啊，过年半年外有外吼？你老师？过年一年啊。嘿，半年外吼，过年啊吼，所以我听你无欢喜一年啊吼，所以你是最棒的，嘿，对，让我你欢喜一礼拜。啊，谢谢。李老师真感谢你很好的分享哈，我们对教会应该呐，安那建设一个较好的方针。啊，拄只有在讲着讲咱个长老教会袂晓招呼人吼，所以咱伫这个要安那把新的人留下来，这个吼是爱做哪块去做啦吼。啊，即摆有听着一个讲法是啥物？恩惠相遇，敢有听过？啊，这款的方式来留人，安尼唔知会有真好的帮助。一气泡麦啊！啊，真啊！恩惠相遇就是连续食饭食八礼拜安尼啊！啊，拢用餐厅的方式来招待吼，啊，然后伫咧食饭了后，就是半点钟的工作。我无用香港，香港有一个叫做天使团吼，那个使节团啊，因咧后裔属人嘛，儿童甲青年是做一个学校的，啊，因的儿童甲青年的属人是做一个学校，因的老人属人是做一个较安养院的，对吼，伊个香港伊个好。机构哈，啊，伊咧做辅助，就是我拄只咧讲的木兰心跟丽人，啊，伊咧做兄弟，做目前做亚伯五星山的新个查甫人，哎，迄个心较封闭，较困难者，老人啊，迄上年退休的啊，伊是安怎做？伊是安怎做？伊去招来哦，伊讲连续七十几年，连续一个月一摆，安尼一年七十十二摆，啊，七十几年老百姓，老百姓，七十几年啊，安尼会通十个老百姓一到位内底，安尼会投资对袂？啊！伊七十十一个月七十一摆吼，是无钱的。啊，当然拢是香港安出出，啊，这也是交流活动安尼的。啊，一个月七十一摆，七十一年老百姓。啊，这是对于共享事啦，咱的文化，咱的文化。有食有啉，咱就讲有话，就有情啊，就有情。这是咱的文化，花钱的文化。这下人去思考看卖，来吴老师。啊，我想要请教吴老师吼两项啦吼。第一项吼，啊，就是讲神圣祈祷啦吼。咱看到书啊吼，伊是拢总无讲话嘛吼，甲袂晓大声来话吼。啊，我唔知影讲咱迄个神圣祈祷，神约祈祷是咱吼绕城祷告吼。啊，佮第二项就是讲迄个团结部分啦吼，就讲咱若是对咱教来讲，真烦恼迄个小组吼消灭团气，啊，为甚物呢吼？咱若想讲，阮教会有。有女部有上联部，为甚物吼？啊，即摆你即个团结拢总无去是吼？即摆上联部吼，即摆讲好，啊要来聚会啊，啊找无人吼。啊，即摆妇女部要聚会，啊找无人拢小组啊嘛吼。啊，青年部嘛要找无人，伊拢做小组啊。啊，所以若安尼时阵，就讲即、這个咱教会甲教会即个迄个联系吼，啊，咱安怎去做一部分的处理，就是。OK， 好。迄、那个献公祈祷吼，献公祈祷有祈祷文，你若需要去教会等。哦，哎，我们电视台的迄有会当一面互你，啊，坐车来，很少，啊，有诶便宜化，啊，就坐车来，会使挂车来开讲，啊，你会使挂车来，有只 OK， 啊，祈祷，反正咱有迄个祷告文，哦，啊，就行到对方，祈祷，哎，真侪，你
讲个大特的有，第二啊吼，第二就是你讲个是迄个团结个吼，讲一个较婉转个讲法，咱毋是为着团结，团结小作法，咱毋是为着团结，团结小作法，咱较早团结呢有在二十个咧聚会。咱即马咧分做十个一组，安尼二十个变两组，安尼吼，来做迄个聚会，聚会变做小组性个聚会，安尼吼，这爱训练，我们两日聚会。第二呢，第二中会性甲聚会性活动吼，无问题啊，无问题。譬如讲，要参加辅助时间。你派一个路的小组长去参加。喂。这期吼是咱专门在做培养的。你后边是啥？咱派一个路的小组长去参加中会的辅助暑工活动。今年你无所以咱讲今年都去参加你负责这个单位。上年。咱上年咱找一个上年小组长去参加上年的中会上年 ，OK 啊。咱的学生的青年呢，你找一个社生的去参加。学生部啊，你找一个高中的小组长去参加 ，OK 啊。你做什么？我先。你好，平溪的赵辉，你。你今天到我是感觉这个数量这一人要先做。我1981年的二月初七去贡山，我去的是40岁，40岁吼。我会记的是暑假。暑假过，礼拜日下晡，礼拜下晡，迄阵是我计是2:30做礼拜，加改做早时啊6:30，早时啊6:30头前，改礼拜日下晡的礼拜做早时啊6:30，到目前拢交安尼。第二吼，我会记的是过年。会记是过年啊，过年迄阵总会咧杀家庭小组有无？咱印象无？总会咧是咪上场嘛吼？咧杀家庭小组，咱教会响应来推动家庭小组。我会记是过年，会记印象中是八字吼。我会记是83年。我去参加三福个人报道训练，85年头一遍办三福导师的研习会，安尼我1981年二月去教会，我是安尼连续做遮个工课，81年的教会，我咧都中就计算安尼吼，我感觉做这也无啥物，真啥物阻挡。讲要推行6:30礼拜，干那有一个长老讲，圣华堂要位倒来，啥物人要输呢？我讲礼拜日就知啊，你礼拜日就知啊，你来参加礼拜集市。伊就做事的，对不对吼？来参加礼拜的遮个兄弟姊妹，金师的，你就甲组做圣歌队，另外一队，这代志解决了。所以，教会呢，讲试验3个月，唔免3个月，3礼拜，就讲唔免改啊，照安尼就好。直到今仔日30年，安尼吼，
啊，这项事，迄个有人安尼有意见尔，要讲家庭小组嘛无意见。啊，要我去学三五了，学三五了，转来伫中秋会，我讲，恁爱来学，个人报到我教，我教。啊，恁来学，啊，恁若无来学，以后信徒甲恁教。哦，啊，看恁是要学牧师教，要学信徒教。哦，啊，伊就来我教，来我教吼。啊，我教甲平平嘛，我伊嘛学甲平平嘛来。哦，啊，毋过感谢伊一项，拢读甲毕业。所以我无啥物特别去感觉讲，你爱创啥物，这两项爱分开。你当你安尼做的时，值嘛咧提升，量嘛咧提升。我真爱做小组长的训练，不过开始做的时阵有一个困扰，就是讲，即个小组长拢教牧师较亲，啊，若一寡教牧师较无亲的人，拢讲牧师咧培养甲伊做伙的人，啊，所以啊要招这个人做伙，啊，搁有一点仔顾虑，毋知要怎开始。第二项就讲，伫中级训练，其实真侪中级拢较袂动心，就讲伫牧师咧做的时间，伊拢持观望的态度。啊，没有讲就用一做位做，安怎样开始？这种正常啊，正常啊。啊，会当套，会当套吼。我要做要小组化啊，对会友吼，对会友我是安尼讲的，对个呀。头前嘛，我讲。咱教会做这家庭小组呢，二十几年吼，啊对教会有哪有真大个帮助，嘛有真大个好处贡献。毋过伊美中不足，美中不足呢，咱欠过传福音，欠过传福音。第二呢吼，咱年龄有较悬一岁啊，啊就足简单啊，咱拢住一区。啊！遮即个城区，即个附近，即里遮有二十户信徒，咱做一个小组。啊！即现即款现象介自然，老爸出来参加，因囝无出来；大家出来参加，媳妇无来。必然现象，必然现象啊！啊！即有伊个缺点个所在，啊！咱个教会需要。突破瓶颈，啊！即讲互兄弟姊妹听，咱小会中即个讲要来专门做小组，啊，我是互会友报名，报名，毋是强迫报名。我甲会友讲几项事啊，讲你若认同咱会教会做即个工课，请你报名。请你报名。第二，你的心若无变，无变吼，你无要紧，无报名无要紧。不过我期待你做几项事，头前事，你爱祈祷上帝，予这个时间带来教会祝福。第二，为着参与的人祝福，上帝心思因智慧。第三呢，为着你祈祷，为着家祈祷，早日会通晓悟来参悟这个时间。最后一项，袂使讲闲话，你袂使在会友的中间讲，啊，迄免参加啦，做迄无路用啦，你袂使讲这个话。我是甲会友安尼讲，伊中心团体的会长。我是安讲，我甲阮的中心会兄弟姊妹，我讲，我期待你头一去提出，你会当报名。啊，你若来报名呢，你着优先，中心优先做小组长，
团结的会长优先做小组长。你呐，来报名，来报名啊！如果你大学未拄好，大学未拄好吼，啊，你呢未通参与头一批次的训练，嘛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去做组员，做组员，啊，平平伫小组的内面来，就是咱的信用，啊，来建立咱的教会。不过你爱藏一个心态。你若当长老，也是执事，你去参加小组，你的小组长是信徒，你的心爱自在。就知呢，吼、哦、啊！你这无什么民主的问题，我是事先是安尼讲，啊，所以呢，结果呢，嘛是有观望的，无报名，嘛有中职，因为伊着定定出国，所以伊也无报名，啊，伊若出国转来，伊着去参加小组。哦，小组长是接受，嘛 OK， 啊，这我是安尼教呢，啊，小组呢，我甲兄弟姊妹讲，小组有好处，会通做上帝的器具，小组嘛会通做魔鬼的器具，会通做魔鬼的器具啊，你着在小组的内面讲闲话。讲咱的牧师偌歹，讲教会某位长子偌歹，讲咱对一间教会偌歹，教会偌歹，你在小组的内面拢讲闲话，无几开欢喜。哦，第二吼，小组内面袂使招的，袂使招的，你招的啊，钱财教会拢还清，你讲。回家倒，你倒回头就倒。第三，袂使借贷，袂使借贷。你会使大家出钱给帮衬，袂使借贷。借贷你就一定爱还。哦，第四项袂使上保险。哦，第五项袂使直销。讲你哪做这个事？你的小组真侪魔鬼的气氛，看你着爱依靠咱的小组做上帝气氛，忙做魔鬼的气氛。你安尼教有效呢？有效。所以头啊嘛有一半的小组啊，一两个啊聚会时会讲魔鬼人安怎，其他的组员会加。阿姊，无输讲，袂使讲，袂使讲闲话话，后摆伊就唔敢。啊，卖物件嘛拢嘛会啊，啊，互我知影，我就爱甲提起。啊，这呢，小组有伊个好处，有伊个歹处。啊，看你袂通因为歹处所以无做。啊，你也袂通因为做放任，互伊变做歹处。哎，马龙，无代志啊。诶，你莫说你上我咧小组吼，咧分组，伫你看咧接物吼，用什么话来分用地区性？啊，用同年龄，啊是用同职同职性，得上来分的较适当。那我会感觉同职性较好。啊，同职性啊，有几啊种的同职，年龄是同职，职业是同职，啊，性别是同职。啊，这同职在同职的内面呢，头一项，上头一项会通做的，就是年龄。你若做大起来，迄小组做大起来，你会当做职业，
即个诶同质性。你做大个，你会通做性别诶同质性，啊、哦，做性别同质性。你若搁做大个，你自然之间会变做区域性。譬如讲，譬如讲，阮冈山，冈山诶五教会，五教会头啊是十五个信徒，十五个信徒，你同质性，同质性大概会通一组至两组，大概是安尼啊。毋过你若变四十个，啊，变四十个，变四组，变五组。变五组，即摆有淡薄会通有一个女性的同质性，为甚物？因为遐本来姊妹拢参与教会牧男军的训练，啊，安尼咱就会通理解。我若啊有真侪做老师的，诶，做老师的若侪，你嘛会通家捡做一个。小组牧区，因为伊同质性职业职业的同质性，啊，医生、医护人员嘛同款，即医护人员的刷，伊的门关起来，大概就九点嘛，哦，啊，会就九点外，啊，会八点外，饭食食创啥，嘛到九点外，啊，伊的时间有可能是九点到十一点咧聚会的时间。啊，其他诶就袂合，啊，医护人员就会合，啊，是讲餐饮业，餐饮业咧，你头啊，头啊，来餐饮业咧做餐饮业诶人，都两三户尔，你变怎通知性？不过伊若侪人来信，有正十户。